感恩最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我想问一下1965年属蛇的身体和事业。1965年属蛇，男的女的？女的。1965年属蛇的，啊，身体不好。对。腰不好。对。颈椎不好。哎，太对了。眼睛也不好。哎，太对了。晚上睡眠不好。哎，掉头发。是。记性不好。对。我讲了对不对啊？对，太对了。师父，感恩师父。好了，自己要好好念的啊，你要多念心经就会好起来了呀。啊，我念心经和大悲咒。心经大悲咒，你还要念往生咒。往生咒念多少遍？年轻的时候吃的海鲜太多了。啊，明白了吗？是。你要当心啊，身上有点缺钙，牙齿很不好。哎呀，我刚刚看你图腾里面的牙齿都不好。啊、最后两个都没有了但是有牙根啊、嗯、牙根还在啊。对对，鼓掌感恩师父。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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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啊、那个师父，我想问一下我的外女儿、嗯、1987年属兔的，因为她失踪了能有4-5年找不到了，我想女儿是吧？不是，我外女儿，姐姐家的孩子，外甥女儿。啊、嗯，帮我看一下。就边上那个啊 ？No。啊，不是。不是不是。啊，嗯、外就是你的外甥女儿。啊，我外甥女儿。但是你姐姐在这里啊？我姐姐不在这里，她在中国。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像这种东西我一般不看的，看了你只能听我话音。嗯。听得懂吗？懂，你别去告诉她。我不告诉她。因为这种东西你不让她知道，她还有一线希望，她觉得、嗯。找得回来，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他死了呢、啊、他就会很伤心的。是，听得懂吗？听得懂。你只能听我看完之后、嗯、我大概什么意思告诉你。谢谢感谢。叫什么名字这孩子啊？叫刘佳，1987年2月10日生。短头发，嗯，眼睛蛮大的，眉毛离眼睛比较近，鼻子也蛮挺的，嗯，圆圆的脸，嘴唇蛮厚的，是。很难找到。啊，很难找到。继续找吧，多念经吧。那我给他念什么经啊？能找到他吗？小房子啊。小房子、啊嗯、多少张？如果是你的话，我就会叫他到你梦里来给你看。你姐姐嘛不信佛，我就没办法了。那我信佛可以到我的梦里来吗？你这个嘴巴不好，你别去吓你姐姐就好了。我不吓她。听得懂吗？知道了。你看到也不要讲吧。嗯，好吧。好的，两个月之后吧。好，谢谢师父，感恩师父。他会托一个梦给你了啊，感恩师傅，感恩师傅。那帮我朋友的看一个58年属狗的，行吗？男的女的？女的。58年属狗啊？对，就是我身边这位朋友。想看什么讲吗？看他的身体和事业，有没有灵性？有啊，这孩子有点问题啊。这孩子患得患失啊，有时候他是58年生。我知道，我叫他们都叫孩子的呀。啊，他这个人一会儿很亢奋，开心的不得了；一会儿呢，哎呦，很伤心，觉得很痛苦。对对对对。他这个他是58年属狗的，我告诉你，这个狗现在是这样，走一步回三。回头转一圈，往前走一步，回头转一圈，就是说他的人格和他的性格是刚刚往前走了，又害怕别人讲他了；刚刚想发展一点事业了，他又害怕做不成了。太对了，太对了，他就这个性格。对对对对，感恩师父。听懂了吗？听懂了。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他就打过胎，他身上有孩子。嗯，对对对对，很对，很对。听懂了吗？
听懂听懂啊，听得懂啊。你现在自己好好想一想，你赶快把它消掉。你这个人来还感情的，你别看你长得不是太好看，但是你年轻的时候那种情缘很多，好几个男的啦，在你的命根当中，我讲对不对啊？对，太对了。腰不好，对，关节现在也不好，对对，妇科也不好，对对对，还有颈椎，对，两个眼睛有一个眼睛不是太好，对对对对，很对，很对。现在知道卢台长是谁了吗？卢台长是师傅，讲错。卢台长还是卢台长，师傅师傅，听懂了吗？听懂了，好好努力啊！你这个人呢还好啊，他这个人还好啊，他记性不好，他过去吃过的苦啊，人家骗过他，他一会儿全忘记了。太对了，太对了，他有这个性格。对对对对对对。嗯，听懂了吗？听懂了。因为我看着这个狗啊，人家踩他一下尾巴，他回头看一看，然后再往前走，看一看又往前走。就是说人家踩他他不管的真的是太对了好了还要看什么、好好念经啊嗯，感恩师父五八年的灵性在哪里腰上腰不好嗯嗯嗯那他的右腰非常酸痛而且他的腰椎间盘有点突出啊对第三节到第四节当中是吧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感恩师傅啊，感恩师傅，厉害吧？厉害厉害，感恩师傅，感恩厉害吧？你要好好学佛吗？嗯，明白了吗？明白明白。好了，感恩师傅，感恩师傅，谢谢。好，好好念经啊！谢谢谢谢啊！多念大悲咒。OK OK， 谢谢，谢谢。嗯。